基隆所管记2023基隆所管记正式开跑，市长谢国梁跟基隆区域会理事长简建辉、常务监事游日新、总干事陈文清及海科馆馆长陈素芬，吊起一尾尾基隆的各式渔获，欢迎大小朋友来体验精彩的所管记活动。今年也有很丰富的活动，希望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甚至的国际游客都能够过来参加我们的所管记，既可以吃到丰富的海鲜，又可以体验很多海洋的生态，这个是我们基隆一年一度暑假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今年很特别哦，今年这个基隆市的所管记海科馆也推出了我们的潮境方舟一号探索船，那来搭配市府这个推出的多元的系列活动，包含夜钓，好，那包含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所管记的这种体验活动。在这边我特别声明，今年加码，只要跟这个所管记的活动结合的话，来搭我们的潮境方舟都是买一送一，也就是半价的优惠哦，很难得。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8号。记者会中，市长谢国梁也和小朋友一起玩猜猜我是谁，看看哪一个是所管，哪一个是花枝。最大只的呢是花枝。所管吗？哦，小朋友非常的那个谨慎。好耶！产发处表示，今年所管季共有5大系列活动，包含夜访所管、夜钓体验、海钓学院、外木山海上王爷绕境及所管季主题日，欢迎全家亲子一同来参加。详细资讯可关注潮享山海基隆粉丝专页。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